最后一款游戏是我们的《鬼灭之刃：无限之城》，这一款也是盗版没有授权的。哦，竟然是吉利式的。哎、欸，他妈！还他妈给我播 OP！ 哇！可是这个鬼灭的游戏已经很长，就是我记得它是很蛮久有段时间了，官方没有去告之类的吗？啊？没有去告吗？哇哇哇哇哇！救命救命救命！看，会有版权呢。再搞。等一下，我等它更新完进去游戏。当然，各位啊，这个游戏就是大家不要宰，不要玩。然后这样就是最好的抵制方式了，就是不要宰，不要玩呐、啊。这没授权的游戏都是垃圾 game 呐、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他直接拿那个、欸，直接拿动画，他都直接拿动画来干。我放太久会有版权问题。三小挑战，战斗开始。哦，是这类型的。哎、欸，但是，哇，他游戏模组做很用心哎、欸。哇，看如果没跟你讲这是盗版的，真的会以为这个会是正版的。但是他的字体太丑了吧？吕野斗一色正太土井朝美小公子辉，随便取好了。大岛桥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而且他广告打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！他广告是有点像原神那样抽卡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融合可以获得那只口。他的那个东很燥啊！哦，我知道他是挂机式的那种手游。大家不要宰，不要玩，可以啊，可以帮忙按一个检举。这太虚假了吧！这就是套皮啊！这就是套皮游戏。我们前面不是有玩那个吗？过关卡其实有点类似，它就是套皮游戏。但是老实说，就是它整体细节是做蛮细致的，对，好扯哦。但那个真的很燥哎、欸，那个咚咚咚的声音很燥。请问这个游戏有需要？套到两个背板吗？哎、欸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不要再播主题曲了！操你妈，有版权啊！我们有一说一，玩盗版游戏真的不好。但是他的游戏的那个什么，游戏的人物模组，然后细节是有做出来的，这样子，对。没叫你，真的是没叫你超越。但是那个里面就是，这就是套皮游戏啊，拿那个基底去改，这种游戏最多了。干，怎么会有小朋友会载来玩呢、啊？真的会有小朋友载来玩吗？一看就是随时会消失的手游啊。没有，我载来玩是做节目，然后顺便宣导大家说。这类型游戏大家要自己注意，就是不要玩盗版游戏，可以直接就是把它直接删掉或按检举，这样看到按检举。太扯了，画面也做太扯了。哇，还自己自创招式哎、欸。哦，确实，小朋友确实不会想。我什么时候可以抽卡？
哦，干，他把动画的画面拿去重置，干，不能告，真的是太机车嘞！18级啊，我算几级？我算5级。18级是不是？还是这个1至6，再2关，看一下。就是哦，真的告不赢吗？真的没办法告吗？这个很超哎、欸。没办法告到吗？没办法告到也太惨了。对啊。没办法告哎、欸。这样 IP 白白被拿去用，很靠背、欸。白发小女孩，对啊，白发小女孩。这种动漫类的受众到底在哪？不会啊，有些动漫类游戏也是会玩。哦，我觉得 Apple 官方要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Apple 官方可能可以想办法处理。哦，城镇有队员招募了，哇操嘞！拿动画的来用，哎、欸，那他们很会选画面嘞，哇！太扯了，各位，这真的太扯了。